都碰一下。别打架了，兄弟跑图吧，今天再打行不？我操！哇！哇，这么毒猛的！这不哇，这个毒，瞬间过来的。还有十四个人，灭霸也没你这么猛啊！哦，人来了。你呀打他过去看你往哪里逃去了，好像有枪了，过不来呀、两上头就有点恐怖了，哎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太恐怖了。我扔雷飞哥，你小心点。啊，死了！啊，是谁？你怎么用投掷武器？投掷武器怎么杀了刀的？之后飞哥点开了回放。这个人是纯新手啊！这人是纯新手啊！这人真的是纯新手啊！你看这个雷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看这个雷，然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扔到他的头，弹出去了，弹出去炸到我了。如果是运气好一点，我就炸死自己。真的是傻人有傻福。啊，你到我这里来你就看到了。为什么没看到？看到了吗？就这。你好。看到没？这后面呢？你雷了。跳到了，太好了，那我就不操作。我操，有点酸呀！我咋倒的？他妈的，他跳下去人差点没了。看好了，这是北热大倒的，还有点帅哦。我要不开枪，蓝战飞人都没了。对，其实我比较擅长那种。老的粤语，我来一首很经典的那个粤语老歌，好吧？好。没有。这啥？没听过。跟不上那个词啊。我着大雾，默默默地默我的去路，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臂膀，我要只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的俘虏，无法追到，但就是爱慕。期待未来，要我再等。